这个华人女主播好像是美国中文电视台的。今天法罗山的天气还行，不太热也不太冷。我们四处溜达溜达，看看有什么新鲜事儿。天下有福星。这里有一个华人大妈在捡瓶子。最近呀，法拉盛街上多了很多陌生的新面孔捡瓶子的，看来这捡瓶子也不少赚钱。这个是住在法拉盛40路王子街纸壳大酒店的大叔，正在洗澡。刚刚在前面上厕所的这个大爷，此刻呢来了生意，他在这里摆一个蛋糕，做按摩10块钱10分钟。这大爷67岁的身体，18岁的心态，宝刀未老，老当益壮，这不得一天赚个3-5千呀。这里有一个流浪汉大爷在悄悄地吃水果。最近呀，法拉盛的流浪汉是越来越多。新农兴超市旁边有一个正在装修的档口，我们进去看看，看看里面装修好没。爱吃羊肉串，吃一串想两串。这里还有一个大爷，这个大爷在这里已经待了1年多了，他可能晚上就睡在这里。